划自己做了一个麻薯，我觉得被迫封闭在家，技能点全部都点在烘焙上了。开玩笑的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我之前是买了麻薯的预拌粉，然后加进去牛奶或者清水，然后油和鸡蛋搅一搅，给它分成小球，然后放在烤箱里烤就行了。四个口味，原味的，然后这个我做了一个巧克力的，这个是紫薯的，这是抹茶的，看不太出来，它这个颜色稍微淡了一点。然后这边三个呢是我邻居做给我的，就是你看他做的超级好，香肠包，是一个阿姨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热巧克力，快吃吧。先吃抹茶的，因为这个是最后做的，还热的。然后我每个里面全部都放了蔓越莓，超级香。哎，这个好简单。嗯，好好吃。表面香香脆脆的，紫薯的，好久没有吃面包这类东西了。我每一种都做了12个，然后还有多的我准备分给邻居。这是原味的，这最开始做的，这个的话油放的比较多，所以它就比较实，然后个头比较小。好香啊。上面放了耐高温的巧克力豆，好幸福。它里面这个香肠是黑胡椒的肉肠，我们预计是要到5月份才能解封，最开始只说关5天，然后现在变成1个月了。不过我觉得在家的这几天，感觉跟邻里关系就突飞猛进，大家都好好啊。两个连在一起了，蔓越莓扎在这种麻薯里面，好好吃，点睛之笔。其实那个麻薯的预拌粉，我看了一下保质期到今年的3月30号过期，但是反正在上海我觉得没有过期这一说，都能吃。抹茶这个是最后可烤的，这个太热乎了，咬下去会有点
温温的气喷出来，然后比较湿软。嚼得我腮帮子有点累。哎呀，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甜腻，它是那种咸香口的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它那个预拌粉里面调料是有加一点点食盐的，不腻，好吃。这真的是外面非常的酥，里面的话是这种又软又弹的组织纤维，好吃。这个面包做的真好，你看看，丝丝缕缕的。像那种手撕面包，这是专业的。
我特别喜欢这种里面这种韧性很强的，但是软度又很高的组织纤维的口感。我让我的腮帮子休息一下，有点难嚼，但真的好香啊！这个，巧克力有点沉底的，今天的最后一口，我感觉它这个杯子。